下面进入在线教育品牌高途课堂脑力 PK 时刻。80年代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个好歌传唱至今，这轮我们就来考验一下大家这个歌曲的储备量。那基本是花花的主场了，就。我没有大张伟，别提我，别提我。哎，这个你还真不知道，我曾经跟大张伟合作过这一趴，大张伟给我的答复是我都不爱记歌词儿。本轮的游戏规则，两队根据题板给出的题目呢轮流抢答，唱出和主题相符的歌曲，如果不符合要接受喷气惩罚，受到喷气比较少的那组就获胜了。这轮我们还是给王牌家族请来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外援啊，出现了，欢迎白凯南啊，白老师来了，白老师出现了，谁来？姑娘，你先唱一首歌好不好？不要，不要这样。这一题就是长辈对晚辈唱的歌曲都可以。菲菲唱歌喽！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给妈妈刷刷筷子、洗洗碗。这哇！这是哪首诗？菲菲，你唱歌好好听啊！快，真的挺好听的，是吧，大张伟？你聋了吗？这是怎么了？再唱两句吧，再唱两句。这为什么要惩罚我？对不起大家。好，谢谢菲菲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，你走让是吧？先生，先生你请。等会儿，你先来，你先来。你先来，给来一个啊！那个，你太累了，也该歇歇了，是不是？哦，长辈对孩子这么说的吧？来，我来这个啊，是那个亲亲吧，我的宝贝。你拿那架子干嘛？我要越过高山，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。就不用唱完。宝贝，对不起，不是不爱你。哇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好好好好。我亲爱的小孩，你是否能让我看清楚？行，缓一缓，粉丝太多啊。然后，等会儿。宝贝，我是你的大叔。哎，对对对，爸爸去哪儿了？那个。爸爸，你会唱小星星吗？我不会。爸比，你会唱小星星吗？刚才我唱过了，那歌已经唱过了，是你的大叔，当然我们已经唱过了，不是一句，不是一句，我们可以把《爸爸去哪儿》那个歌整首唱完是吧？每个不能重复同一首歌啊。你爷爷我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。这个好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对的。白凯南老师膨胀了，然后当成爷爷啊。哎，为什么还喷？沈涛还在那说，哎，确实是对的，对的。这歌的原词是我爷爷小的时候。哦，是我爷爷小的时候，不是你爷爷我小的时候。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。不是，后来我弄得你都分不清哪是真的了啊。小宋有没有答案？帮一帮，帮一帮。我活着是你的魂儿啊。这是吗？啥？我活着啥？死了是你的魂儿啊。你想赖我，让你上去挨喷了一回。给儿子唱一个儿子的歌，儿子的歌。2002年的没有这个歌哈。儿子，我别喷我。我要变成童话里。这跟爸爸有什么？你爱的那个天使展开双手，变成翅膀守护你。怎么了？不是，这跟怎么了？这唱给谁的呀？父亲唱给儿子，展开双手，变成翅膀守护你。对，有道理，特别有道理。真是，反正我信了，是守护你，对，可以。好像我们这边碎嘴子好像说不过那边的碎嘴子。哎呀，望着天空拍拍呀，勇敢站起来。就是小孩子摔跤了，去勇敢站起来。啊，
把他愣来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。那这也行？那当然了。祝你平安，哦，祝你平安。祝你平安是唱老师的。那你要这么说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没有比这个更像那个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一轮获胜的是灰化肥车间。哎，来，王牌家族这轮输了要接受一个惩罚。贾玲任意选择一个人，向他发难，向他提问。向他提问？嗯，想问谁啊？想问腾哥。今天既然玛丽来了，就在我们中间做个选择吧。一推三个人都倒了，多米诺。你爱我还是他？玛丽。老板，我们走。我在这儿呢。我就没白来，我就是这个功能性。西谷，西谷，你说你们俩这样，为什么老看节目的人还会说你们俩关系不好啊、不和啊啥的？多好，谁知道？他没配眼镜。这不就演的太过了吗？演的不就为了平复大家的这个猜疑，完了故意整的表现挺好的。跟刚才腾哥选玛丽是一个道理。哎，回得好，回得好。